我是豹子腿方长勇，这一次要来坐回馈列车，超棒的。今天的特别来宾是熊妮。Hello， 熊妮，我是熊妮，熊爱你的熊妮。那熊妮有露过营吗？我曾经国中有露过一次，但是那时候就是自己搭帐篷，好累，自己在那边订那地板，睡觉又睡不好，很冷，早上又太热。但现在就觉得很幸福，因为现在都是那种露营车，对，然后又有冷气。洗澡的很方便，看了我都心动了。那一台好像说要价不菲，有机会的话再开箱给大家看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安排了两间学校，那我们后面还会陆续去找学校这样子。那明天就会前往那个学校，其实在隔壁而已，叫德福兰国小。那我们就先去好好享受今天。好好看哦，那我们去玩水吧。现在刚好天气很热，我真的想跳水。好，不知道等一下那个水有没有办法让我跳下去？等一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蛮冰的耶，他们刚刚说很冰。刚刚他穿这样出来嘛？对，那一群你看，快过来耶！刚刚被他老婆揍了一下，他来拍照。这天气来这里玩水，好棒。你看，你看那一个，你看那一个，我是来拍他猥琐。Hello， 他这里，你太猥琐了。又一个来了，他们两个到底在干嘛啦？应该可以整个泡进去耶，其实。那我们脚手不输的下去呢？剪刀石头布啊！他说赢了下去吧。哇哇哇哇！哇哎，为什么那个一直在拍？什么意思？我还记得我们有请到第二机呢。放叔叔下来！放叔叔，他在叫你呀！哎，我被射了！哇，糟了！叫你用走着挑战百岁百胜哦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！你要跑的吗？我看你要跑的，不然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快快快快快快！跟最后一个都是对的。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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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！你们三个在干嘛？老婆没有在看，快点！老婆没在看，快点！有分量，好玩哦，好玩哦！我第一次踩在三个男人的背上，还有爆闪又生气了，我在看你啊！我刚才踩到他的腰，我的腰，你会痛吗？不会了，应该很开心吧？哎，好像有一点点痛。回去要蹲下来了，没事的吧？没事没事，正常正常。怎么？为什么老婆拿着菜刀？告诉你，我要去洗澡了，开心又好玩的一天。对，先洗澡去。早安，昨天有睡好吗？我觉得我睡很好。我昨天半夜两点就出来车子上睡了。不是只有你而已，我也是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太热了。太热了。我昨天盖棉被睡觉。太盖棉被，超扯的。而且我睡到10点多，然后你打电话给我才刚起来，想我好怎么了？差太多了吧？好了，整理一下，等一下就出发到学校去。拜拜。刚校长又说他们的棒球队其实是很强的哦，等一下我们会打一场比赛，只要他们赢我们的话，我们就给他们个加菜金，就让他们去吃牛排。哇，好不好？大餐，可能就留一些现金在这里，那请教练带他们去吃牛排这样子。哎呀，我的队员呢？我的队员。
好，我知道有你两个、三个。为了确保我们这一队不会说太难看，像哪条路这一队。哦，好。等一下就让小朋友先热身一下。你们也该热。对，我们要去热身一下。运动一下，暖身一下。你看这一所学校啊，他们就是在这操场做一个棒球场，然后让小朋友在这样练习，这样看得出来他们真的要很热爱才有办法坚持。对，而且在这种山区打球，其实会别有一番风味。你看四面环山呢，你们如果赢我们的话，校长就会带你们去吃牛排，好不好？好，吃牛排才会长高。等一下就由你们先守备，那我们先攻击四局的比赛好了，大家这样子都打得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开始去吧。看球打是吗？所以我看着球我就可以轰出去了，是不是？不一定哦。怎么握？你要教我啊，我不会。是这样吗？你在看哪里？哎，你可以这样子的吗？不是不是。哦哦哦，怎样怎样怎样？哦，要这样子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要全力打，轰出去。哎哎，这是在整我吧？这是球速，等一下。有感觉来了。你要再慢一点。哦，哎哎，我碰到球了！哎呀，还有三振了，下来。我真的是去送人头的。对，没关系。哎，弟弟要挥棒啊！你在看电影哦。挥！哇！界外球，挥！哇！迟到了啦，你那里网路不好哦。第三棒，哎，我小心哦。坏球，这个好球太难跑哦，真高优势呢。好球、欸、弟弟要记得挥棒呢。哇，好，两好三坏。哎哎，好可怕。哎、欸、我人生手头。哎、欸、给我看啊，挖地瓜。好，没关系，完了，确定要老头吗？哦啊，太高。可以再调整一下就好了，好玩就好了。好，完了，我被他们影响。哎、欸、敌对在影响我。他们一脸懵。哎、欸，姐姐是跳舞，不是投球的。打！他们在玩躲避球呢，我们的队友啊。哎、欸，我们打的是棒球，不是躲避球。哎、欸，上二垒，完蛋了！看来我要使出必杀技了吗？嘿！看到吗？接坏了吧？有投！哇！传一垒，传一垒，传一垒，本垒，本垒。哎呦！哎、欸，你要小心。哎、欸！打到要娶回家呢。打到要娶我、哦？那你不要故意被打到哦。后面那个教练说我来被打。哎、欸！哇哇！保上了，要救我吧，教练。哇哇！杀一雷！哇！我不行。传一雷！哇哇！哇哇！有作用，我们的一垒手有作用。有了有了，我都贴地了呢。贴地了。五、哦、好。我们换上熊女代跑。回来回来回来！我在忙什么？我怎么这么忙？你在玩什么游戏？你现在先离垒，好，看着投手，球在投手那里，他打出去就往二垒跑。好，回来，回来，嘿、啊， hey, 对你碰哪里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开玩笑。大家不敢靠近我。跑跑跑跑跑跑跑！出局。目前攻在二垒。你要看对球哎，不要看错哦。球是白色这一颗。他老婆跟他说不要看错球。跑跑跑跑跑跑！哇！谁？哦！哈哈哈！不会啊，不会动啊，那软了。有了有了。跑！跑跑跑！跟着跑！哇！哇！我以为我会得一分呢，他太快了啦，这不够绅士。下一局继续加油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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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
我要让捕手有机会可以传球啦。Yes， 把它摆在那个位置就对了啦。刚眼镜跑出来呢，好险我反应比较好，先接眼镜，因为眼镜比较贵。哎哎，自己的爸爸也在接杀啦。你晚上你要睡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有点担心你自己了呢。好，换我的。要把校长送回来哦。你要让他跑喘一点，两个人哦。带校长回来哦，我不会打棒球。哦，打破玻璃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耶，校长回来了。好喘呢。教练，我努力把你送回来。你要把我带回你家哦。你要先征同老婆的同意。我是说本垒板那个家啦。长球喽。哦，很哇，又都接，数错了，这一队是躲避球队，不是你的问题，你投得很好，混，一垒，一垒。再拿一颗球去打两颗球哎！他一打二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嘛？一定会弹走啊！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笑得好开心哦！对，很厉害，很会丢。丢球就是要往胸口丢，对，是真的啦，真的，真的啦，要往胸口丢啊，才会好接啊。对、哦，是我怎么没接到？是你的问题，你怎么会这样接呢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手套就在那里让你接，手套不知道拿来干嘛的。装饰用。刚刚我们的投手也是深夜的小朋友，他在投第一个人次的时候被打安打，他转头跟我说他不想投了，他觉得失败了。但是不可以这样，我还是会给你机会。你看你最后把这一局都投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就成功了？要记得做任何事情失败都没关系，你要继续尝试啊，加油！失败一定都会有，但是让他们慢慢的去建立信心，让他们有那种成功的经验，顺利抓到出局数的经验，他们自然就会有信心。那如果刚刚一个人就把他换掉了，那对他来说他就永远都不敢再站上那个地方了，因为那个地方给他的印象就是不好的。啊，这场比赛就很多比很少，我们输，所以我们一样兑现我们承诺，带小朋友去吃牛排。哎、欸。